你来变。你看，就是迄间饼店。哇，足侪人在排队，因卖饼一定真好食。逐工限量手工制作的，当然好食，而且保证纯天然，无添加哦。你哪会拢知影？因为遐个饼拢是阮妈妈亲手做的啊。好啦，恁紧去排队，遐若无就买袂着啊。欢迎光临，这是你的胖。小丁，你哪会来啊？因为人今仔日想要吃妈妈做的饼啊。你今仔日的运气足好诶！我上喜欢吃妈妈亲手做的饼，健康好食，有爱心。真歹势，今仔日的限量手工饼已经卖完了，你要再加来，多谢。后摆要较早来。最近生理伤好，怕不负责，可能要请你改变一下制作流程。改变制作流程？这哦，就是请你事先做好大批的饼，加一挂防腐剂，材料嘛改用较俗的。咱之前用的材料伤高级啊，成本实在伤悬，无利润啊。袂用诶，咱甲人客讲，咱的饼拢是纯天然的，限量制作，品质有保证。而且这是要吃落巴肚的，会危害人客的健康，咱绝对袂当做出违反道德的代志。无要紧啦，坏的人客嘛吃袂出来，袂红发现啦。哈？你安尼是在欺骗人客？卖讲到这么歹听嘛，坏的大家拢是安尼做诶，无得做就无得趁钱啊。啊对啦，爱记甲制作日期改一下，卖袂记改做是迄天做诶哦。是嘞，我做袂到。我要实践，是就是啊！你无愿意做，阁有其他的人愿意做。妈妈，你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饼店的头家为着赚钱，既然爱我改用较俗的材料，放防腐剂，改制作日期，打算要卖未来饼。你哪会当安尼？我无想要为这种违背良心、无心情的人做事，所以我就辞职了。我决定做真正健康好吃的饼，然后家己放去网路卖。好啊，妈妈，我支持你。借问一下，是？我感觉恁的饼的味敢那变啊？上吊的是连狗血拢不爱吃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我拄才买的饼，为什么制作日期竟然是三天后啊？敢讲恁买的是未来的饼线？紧讲啊！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叫恁头家出来。恁卖走啊！今日买一送一，拢从买一送一啦。我看是买一送一。医生的医，吃了出代志送病院，我才买嘞。最近有无良心的生理人，竟然买未来的饼，平常的治安问题。妈妈，拄只过来做一订单，要安怎？请你甲人客讲，为着维持一定的品质甲水准，今仔日已经袂用个接单。好。嘿。真正想袂到有这么多人支持妈妈的限量手工饼呢。因为品质有保证啊，而且阁好食。饼店哪会变到安尼啊？头家，是你哦！我真正真后悔，当初无听你的话，为着加赚钱，做违背良心的代志，结果不甲人客大家抗议，生意土土土，店嘛倒啊！我真正是应该啊！其实，咱敢有用心对待家己的产品，人客拢知影，做生意上重要的就是良心甲信用，袂当替人客健康滚生笑，也若无，就算安尼做，赚够较济钱，嘛只是一时的。你讲了真对，人客愿意吃我的饼，给我机会，一直上门交关，这么相信阮，我煞敢欺骗。希望你会记得这次的教示，做生意上重要的就是良心和信用，唔通再做出违背良心的代志。
良心甲信用永远比赚钱重要。千万卖像饼店的头家同款，为着赚钱，无惜一切，表示无老实，乱改日期，也准大家拢唔知影。结果刷，计无吃着，颠倒了一百米。